识时务者为俊杰。大爷见好就收。好的，行啊，上猪炮。公炮。上了呢啊。上。楚军。闪个象。再上。来，上。鞭炮。敲个鞭。出去上炮。去了。平塞进阶。进。大局巡河。来。来接兵，接来吃吃，上马吃，来接军，接吃掉，打慢，上马掉。叫狙，吃，踩住炮，你踩掉就打掉。踩掉，快点！不踩啊，踩还激发了空，那就打一边兵。上什么？踩掉，打掉，那就踩马。上。将军，回来。秦军过来。啊。直接下来。军，你给我来一弓炮，哈哈。回来。杀你兵，撤，进一波，吃不上，撤，去炮，回来。骑兵，吃，吃我的两个兵，打你的边兵，喂，再进一个兵。是的，
情况。调查。你有没有提莫帅的套？你在调查啥？啥？公平的，我吃你的兵，你吃我的兵，好还是不好？姓浩，姓浩，进。赶紧做，坏。浸泡。这。哎呀，主播，那就是让黑豹赢着看嘛，老铁得为我求情着了嘛。哎呦，你真不赢吧，赢吧，赢吧。实在不赢是吗？赢吧，赢吧。来，老铁，感谢，感谢，成真完，感谢。来吃了。好的，老铁们，你们给猜猜招。上。上高招，然后还赢钱，好不好？吃嘛，吃。推炮，吃。哎呀，将军，来。来吃马吃炮，解决。有事。太好了，杀你的事。杀我的事，这不害怕吗？棉花事。坏。骑兵，上马，上马，我想没啥外面，别吓唬我啊！来，别上。这一下算厉害了，刚说着来这小人叫啥我来出去是好我吃真是这个是给我干掉了下激将坏来接兵接杀炮回来吓你吓你坏上场来踩兵也踩不上没用挂脚一将也没用所以说这步棋走的一点不妙
五。好，来退居上马。进。平炮。上。开射。起炮。退炮。什么？杀象，七车杀象行不行？为啥？为啥？七车杀象。为啥？杀象。哟，那啥？我一点不傻。我吃掉你下那一套。哎呦，好霸道啊！敢吃吗？还不敢吃。送马，你送给我送马。这么好喝。然后我也叫啥去？一叫嘛，你就叫啥了？那我就不听你那套了。行，就过来，将军。来，吃。上马。嗨。来顶，这叫啥象？哎，象不要了，现在咬不住了。你咬不住了，这就啥象来了？快来，直接叫他。好，我就怕你不怕你来呀、啊，来呀、啊，叫啥来？上，要。要我一个射，退局吧。还有个扁兵，我这个兵是啥？兵还没来。哎，你把我的兵给我串来了的，哎呦，这个是。哦，那是对的，没事了。我说的，我的兵咋跑这里来了？哎呀，一不留神就上当。来，将军，上，再叫，快，直接脱皮叫不就完了？来，出一炮，上，上，出兵，哎。再讲，哎，皮皮过来，吃，大事，大事不就完了吗？你不敢吃。叫，哎呦，上，叫，我出去，出去了，啊，你也叫，也叫我上。来，将军，快！现在跑炮，真当是跑炮！小心啊，一步叫啥？这牌交给我吧。你看，一步叫啥？这牌交了。不可能，不可能。这牌交了。绝对不可能。
你看这还红气天了。没事，你不是去吃了？哎呀，人家的叫上来又冲出了个事。你现在吃，又不是把屎吃了就行了。啥？不叫上啦？叫不了吗？来，你去叫。欢迎，啥里的事？欢迎，热烈欢迎，别跑。来。想挡住我的去路？好，行，就过来。出去啊，把侍卫们都杀光了。上，侍卫们没了。上，进兵，杀炮。上，退下去。现在这个狙也不能动，没用，进兵吧。进。进兵。过来。再进兵。进。炮放上怎么办？杀炮吗？敢杀就杀，反正就是这么情况。过来，退军。喂，来进兵。叫啥来了？嗯，叫啥来了？嗯，叫啥？来，平炮。挡住！又挡住了，怎么就不挡住一步？哎，将军，趁势吧，还是进了。进去了，进来。杀炮怎么样？快来，叫你快。皮具过来。来。击炮，打射。进。骑兵杀将，进。再将，快。啥的事啊？怎么样，将军？吃了。哎呀，这么好呀。对，吃狙。哎呀，这么厉害呀、啊、我就补上了一刀。哎，咋办？哎，咋办？这上当了，一只能跑一个了，完了，输了，狙丢了。